近本溪有位司机涉嫌酒驾被警察拦了下来，结果这位呢拒不配合，左一出右一出的演戏啊，这演技给你飙的欠职了。哎，赶楼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赶楼了，赶楼了！我看到了，来来来，停车来。铁子，装这，含着这块，含着。面对交警的检查，这名男子拒不配合，吹了半天也没能完成酒精测试，交警只好将他带回警局进行抽血检测。可谁知男子却在半路突然跳车，还没跑出去两步就被交警给摁住了。哎，这血抽难受。这边这直接，我心脏有问题。有问题还喝酒？他明儿说吧。他吃的这他什么药？什么玩意？我心脏药啥呀？这茶叶末。茶叶啊！我的心脏。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男子在抽完血后假装犯了心脏病，还拿出一包茶叶，谎称是心脏病药物，当场被民警戳穿。目前这起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。